有很多粉丝朋友呢问我这个钱币是怎么看的。其实我对钱币也不太了解，但是呢，前段呢，然后在市场上无意当中呢，发现了一本秘籍，是关于钱币的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是历代的钱币啊，从这个周瑜列国到这个晚清民国啊，就是讲的非常的详细。这本书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的它应该是一个民国版的一本这个书籍。上面写的一些关于钱币的知识，还是非常详细的。然后，如果有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搜索一下啊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历代古钱币图说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